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快。今天是2022年7月2号，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大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四平西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今天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为26到30度，最低温为16到21度。长春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1度。近期我省雷雨频繁，提醒大家要注意预防，及时避险。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对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助力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健康发展若干措施进行解读。我省于近日出台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助力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包括强化政策扶持、增强发展信心、用好社保政策、稳就业、保就业、加大信贷支持、缓解融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业发展、优化发展环境、保护合法权益、完善保障措施、确保政策落实六个方面，共29条措施。根据近期个体工商户反映突出的问题和诉求，结合我省实际，量身定制了一些支持政策，比如降低物流成本、减免非国有场地房租或者是物业费等，力求推动解决个体工商户极难筹款的问题。为了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若干措施提出，各地要利用现有专项资金，对经营困难的个体工商户有针对性的给予一次性补助，并且减轻其税费负担，将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纳入消费券政策范围。同时实施社会保险费缓缴政策，实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加大对相关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呢，省市场监管厅将点对点、面对面的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问题，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助力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健康发展。吉林省西部的双辽市属半干旱区，80%的耕地面积是沙质土壤，干旱风沙大的气候条件致使播种难、出苗难，大量秸秆焚烧也一度成为双辽市环境保护的难题。为了解决水土流失加剧、土壤受风蚀、水蚀严重的问题，近年来双辽市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试验示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双辽市农民张学武是当地第一个采用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方法的人。当时一些农户认为把秸秆扔在田里不清理不是正经种地，不相信能够长出庄稼。我就得找这个亲戚朋友，再找这几个胆大的，当年种了70多场地。玉米出苗后，张学武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是咱们免耕播种的这个苗的高度，要是老式种法就是这么高，就差距非常大，而且他那个还不稀疏，咱这洗出。除了苗出的好，比起传统种植方法，进地次数多、步骤繁琐、保护性耕作的方式更加高效省事儿，每公顷投入减少近2000元，产量却能增加2000斤以上。第二年，张学武所在的协力村开始整村推进保护性耕种，到2018年，双辽市实施保护性耕作达到90%以上。通过这十几年的这种改良，风蚀解决了，种地出苗难、播种难也解决了。而且呢，盐碱块呢得到了改良，所以说呢，把原来的土壤的有机质增加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啥呢？产量增加了，使用化肥减少了。通过近几年的实地观测发现，双辽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土壤根层含水率明显提高，土壤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不见的蚯蚓大量出现，土地肥力明显提高。同时，双辽市通过秸秆还田推出了种养结合的新模式，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下面来关注暑运的消息。从昨天开始，2022年暑运正式拉开大幕。
交通部门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方便旅客出行。暑期期间，京津冀地区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7对，长三角铁路根据客流需要适时启用28对周末线列车和58对高峰线列车。在珠三角地区，广铁集团也增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1趟，均为高铁动车组列车。民航方面，北京大兴机场7月1号上线新鲜送服务平台小程序，提供线上线下同步逛商店、订餐饮、选服务的功能，支持即时配送、快递、到店自提等多种交付方式。面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群体，大兴机场提供多样化免费服务，包括爱心陪伴、轮椅服务、婴儿车借用、电瓶车服务等。北京首都机场关注旅客乘机效率，承诺自助值机的排队及办理时间不超过5分钟，大件行李提取等候时间缩短至30分钟。那么跟以往相比，今年暑运的旅途当中还有哪些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折塘慢车让我们去汉中沿线买东西非常方便，甚至上了火车就能直接在车上进行买卖。只需将外出售卖的农产品运到进站口，出示身份证，我们就会将货物装到小推车上，一路护送村民进站上车。我们列车专门加装一辆家庭牲畜车，为了更好地帮助老家，那里可以放置农业器具和农业工具。在铁链的这一端，我们专门设立了拴挂处。郑州航空港站和新郑国际机场直线距离约6公里，为了方便乘飞机的旅客在站换乘出行，我们加大往返于新郑机场至郑州航空港站间的列车开行密度，日均开行城际列车62列。我家就在这附近，以前到机场开车最快也得半个小时，郑州航空港站开通后，从车站坐高铁只需要11分钟就能到机场内部，方便多了。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和热铁路开通后，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正式闭环运营。暑运期间，我们规划了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若羌、库尔勒的环沙漠铁路旅行线路，穿行于沙漠、绿洲、戈壁和胡杨林，沿途可以领略不同的风景，丰富大家的出行体验。暑运正式开启了，长春站根据需求加开旅客列车，并且根据长春市最新的疫情防控要求，对进站乘车旅客的要求也有一些变化。长春站暑运旅客运输组织工作从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预计发送旅客248万人次，日均4万人次。在此期间，长春站多措并举助力暑运。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疫情好转，省内部分景区推出了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免门票的优惠措施，旅游流将会有所增加。长春站加开了长白山、延吉、松原等方向的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时，长春站结合高校开学客流情况，将随时加开长春至北京、大连、济南等城市的旅客列车，保证运力充足。昨天起，对进站乘车的旅客要求也有了新变化。在此，长春站提醒广大乘车旅客，我们车站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政策，除到北京的旅客外，对乘车旅客逐一测温，只查验吉祥码的绿码。到北京的旅客呢，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暑运期间，长春站开放站内便捷换乘通道，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可通过站台便捷换乘引导标识，乘坐直梯到候车室换乘。具体列车开行情况，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车站公告查询。再来关注长春机场，根据长春市最新的疫情防控要求，长春机场对于所有返来长春的旅客将会取消落地核酸检测的要求，但旅客仍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证明的有效时间从旅客核酸采样的时间算起。此外呢，长春机场第2航站楼1号门外设有院检进检的核酸检测点，旅客可以在航班运行期间根据需要前往检测。
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国德克萨斯州卡车移民死亡案。美国执法人员于当地时间27号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辆被遗弃的卡车内发现大量移民的遗体，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3人。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称，目前已经有4名涉案者被起诉。声明称，这4名被起诉的涉案者当中，来自德州的45岁卡车司机和一名28岁男子被控参与人口走私并导致移民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或死刑。此前已有2名墨西哥男子被控非法拘留和非法持有枪支。当地时间6月29号，圣安东尼奥市多名居民举办悼念活动，人们对这一悲剧的发生表示非常愤怒，并批评称，美国支离破碎的移民政策是此类悲剧发生的原因。I don't care if I'm American or if I'm Mexican, I'm human. I feel, I speak, I cry, I'm angry. We have a broken system of immigration, and people are forced to make very tragic decisions, and this is unacceptable. 近些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持续困扰美国。拜登政府虽上台之初就宣称要取消前总统特朗普任内推出的多项移民政策，却至今仍未取得明显进展。《华尔街日报》也刊登社论称，最新发生的移民死亡惨剧再次表明美国缺乏人道、明智的移民政策。据美联社报道，巴基斯坦的雅各布阿巴德市6月份当地的平均气温一直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上，居民持续忍受着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炙烤。作为巴基斯坦信德省最炎热的城市之一，有将近30万人口的雅各布阿巴德市，这个6月一直处于酷热状态。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现在安静了很多。在往年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下，民众更愿意选择居家避暑纳凉，还有的则来到大街上，从小贩手中买上一杯甘蔗水来解暑降温。然而，还有许多人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在炎炎烈日下坚持工作。巴卡尔已在砖窑厂工作了8年，每天的工资大约为1.46美元，约合人民币10元。他告诉记者，40多度的高温下，工作确实非常辛苦。受极端高温影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人数显著增加，其中不少孩子表现出中暑、脱水、腹泻等患病症状。另外，由于近几年雅各布阿巴德市一直承受着高温天气，降水严重不足。当地农民估算，农作物在过去3年间产量减少了好几成。当地时间6月30号，瑞士巧克力生产商百乐加利堡表示，在发现存在沙门氏菌污染之后，公司位于比利时维泽的工厂已经停产，而这里呢是全球最大的巧克力工厂。百乐加利堡公司发言人当天表示，这处比利时工厂采取的措施属于保护性停产，目前大部分被污染产品仍在工厂内。据悉，这家工厂并不生产直接向消费者销售的巧克力产品，而是为73家糖果等食品加工企业提供液态巧克力。其中72家在接到通知后已经立即暂停了对外发货，主要涉及自6月25号以来生产的产品，以避免潜在受污染的产品被销售出去。目前尚没有接到有消费者因食用相关产品被确诊沙门氏菌病的报告。这种食源性疾病的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发烧。比利时食品安全部门表示，已经接到百乐加利堡公司的通报，并且开始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
瑞士巧克力生产商百乐加利堡总部位于苏黎世，在全球拥有超过60家工厂，为雀巢和联合利华等许多全球食品工业巨头提供可可和巧克力原料产品。其位于比利时的这家全球最大巧克力工厂，在2020至2021年度的产品销量为220万吨。在上一财年，百乐加利堡公司的净利润为3.85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27亿元。之前在4月份，意大利巧克力生产商费列罗位于比利时阿尔隆的工厂因爆发沙门氏菌污染被关闭整改。6月17号，比利时食品安全部门宣布已经批准重启这家意大利巨头的工厂，进入为期3个月的测试期，测试期通过了以后才能正式生产。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据路透社6月30号报道，自本周二以来，秘鲁马丘比丘印加古城遗址附近遭遇林火侵袭，过火面积超20公顷。当地政府部门称，受强风和地势复杂等因素影响，消防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展开灭火工作，火势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马丘比丘这个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也可能受到波及。近日，一艘挪威邮轮在行驶至美国阿拉斯加海域时撞上一座小型冰山，而这一幕被乘客用手机记录了下来。这艘邮轮随即取消了后续行程，并于当地时间6月30号低速行驶至美国西雅图进行维修。当地时间6月30号，巴西一名记者在直播连线过程中被自己刚刚午睡醒来的儿子打断。报道称，当时这名记者正在介绍足球运动员内马尔的最新消息，突然主持人听到了小孩子的声音，随即让这名记者把孩子抱起来继续现场直播。不过直播期间，小男孩一直试图拿走爸爸的耳机，之后这段视频在网络上走红。新闻导报，新闻贴心报，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板块，来关注菜篮子价格。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5.01，其中蔬菜价格的环比和同比双双下降。一起来了解一下。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4.06元，环比下降8.1%，同比下降2.2%。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3种下降，5种上涨。6月份蔬菜价格继续保持季节性下行，环比同比均有所下降。从生产看，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超过1亿亩，同比增长了300多万亩。现在正处上市的旺季，总量供应充足。张晶介绍，目前主产区陆地蔬菜上市量增大，成本有所降低，大部分品种价格回落，前期价格偏高的茄果类蔬菜价格逐步回归到合理区间，但是受到农资运输和人工费用偏高以及部分不利天气影响，6月份菜价下降幅度偏缓。夏季的强对流天气有所增加，加之前期两广福建等地遭遇了洪涝灾害，部分品种的价格波动比较大。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天的12点开始呢，长春市喜迎七月，惠动全城1000万普惠消费券正式开始发放了，市民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行领取。我们在抢券的时候呢，首先呢要下载一个云闪付的 APP。那这个云闪付的 APP 呢，一定呢这个 GPS 呢要显示在长春市内。领券前呢，请提前在云闪付 APP 内绑定银行卡，并将云闪付 APP 升级为最新版本。消费券为满减券，票券面额分为3种，共计64万张。每个云闪付用户在活动期间，每种面额限领1张，总计限领3张。自票券成功获得之日起至2022年7月17号有效，过期自动作废。消费券的适用范围覆盖长春市线下所有在云闪付平台资质齐全的实体商户，付款时将自动抵扣消费券金额。那在抢得到了这个票券之后，我们该如何查询呢？可以登录云闪付的这个界面当中，我的，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奖励红包票券，点击到这里之后就可以看到我抢到的这个票券了。
再来关注疫情防控的相关消息。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问题的解答，明确本土疫情发生后发生疫情的风险区域发布的实现要求、低风险区的防控措施要求等。第九版防控方案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和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精神专科医院、培训机构等重点机构人员监测预警要求，提升感染者早期发现的敏感性。本土疫情发生后，应及时根据流调结果分析研判疫情波及范围，对于疫情波及到的乡镇街道、县区范围内的相关重点机构，快速组织开展一次全员核酸筛查，后续可根据全员筛查结果及疫情扩散风险，调整为每天至少20%的抽样比例，或按照辖区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测。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发生疫情后，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应及时划定风险区域，并在5小时内发布相关的低、中、高风险区信息，并及时推送中高风险区外溢人员信息。后续根据疫情进展及风险研判结果，更新发布风险区域信息。如发现的感染者社区传播风险较低，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已及时管控，疫情传播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经研判不需要划定风险区域，也应及时对外发布相关信息。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级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采取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等防范措施，区域内各类人员按照要求开展核酸检测，严格落实进入室内公共场所预约错峰、限流、测温、登记、戴口罩等措施，提醒居民减少外出，避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防护。跨区域流动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达目的地后落实3天2次核酸检测的要求。当地不能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隔离、限制出行等层层加码的措施。入境人员按规定完成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返回居住地开展3天居家健康监测。解除集中隔离前，对入境人员做好健康告知和防控要求。第一入境地省级联防联控机制及时将入境人员相关信息推送至目的地省级联防联控机制，做好人员信息共享。入境人员解除隔离后，应及时返回居住地，严禁改变行程，返回途中应做好个人防护，到达目的地后向当地社区报备。居家健康监测期间落实不外出、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防控要求。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6月30号0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6月30号0至24时，全省无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通化市1例，白山市1例。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包括公民防疫基本准则等。今天的防疫提示，继续来了解准则的内容。少聚集，疫情期间少聚餐聚会，少走亲访友，少参加喜宴丧事，非必要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文明用餐，不混用餐具，夹菜用公筷，尽量分餐时，食堂就餐时尽量自备餐具。遵守一米线，排队付款、交谈、运动、参观时要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常通风，提倡勤开窗通风，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温度适宜时可使窗户常开。做好清洁消毒，日常保持房间整洁，处理进口冷冻食品的炊具和台面，病人及访客使用的物品和餐饮具要及时做好清洁消毒。收取快递时用75%的酒精或含氯消毒剂等擦拭或喷洒快递外包装，拆封后及时丢弃外包装，并做好手卫生。空调使用前要对空调壁挂机、过滤网、蒸发器表面、进出风口进行清洗和消毒。新冠病毒除了人传人，还要注意物传人，尤其是在接收快递时，要正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减少直接接触。
特别要注意境外邮件，疫情期间不鼓励境外购物，尽可能在固定地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如需当面签收，请与快递员保持安全距离。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可用含氯消毒剂或75%酒精对内外包装进行全面消毒。处理完邮件后，及时摘下手套，认真进行手消毒或清洗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通化市金江花海，感受绚烂的夏日美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